那里还有蓝色的宝贝球。太多球了哦，哦。吴欣逸在哪里呢？你要从下面游泳过来啊。对啊，你要游泳过来啊。啊，你有很多宝贝球哎。真的吗？哦，还有这么多。哦。在哪里？喂，干嘛快丢？哇，球球要放在里面哦，哈。我拿这些的。哇，这么多，你一个人怎么玩呀？啊？你一个人就要拿这么多的宝贝球啊？这是什么玩具？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抽起来。哎，吴欣逸，你还弹钢琴？哦，你是钢琴师哦。那你要坐在这个椅子上弹钢琴耶。